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吗？甲虫，有没有看到吗？这就是甲虫，这就是甲虫，这就是甲虫，嘎嘎猛！天才代厨，官方赖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现在打野都在打啥？港币比多少？3.98吧。熊猫这可以啊，熊猫。熊猫，你说是因为战士也没有人在撑坦的、啊？熊猫有在撑坦的吗？推到高地不好进场，确实啊。你们觉得现在悟空哥有料吗？啊，不是悟空啦，那个打随便啦，忘记了。海恩啊，海又没射手。等下关奶要继续看《斗罗大陆》，又遇到靠你们 C 啦，各位大哥。皮皮可以，安安啊，海恩悟空不用带制裁，直接带瞬移就好，带一下啦，带一下感觉比较帅啊。纳克雅雅，我不能玩重复的英雄啊。来个甲虫哥，对面选主卡，这么凶、啊。我甲虫胜率多少？55而已啊。哎，不，别秀了，这把出刀锋不错啊。纳克打不赢刀锋，主卡打不赢刀锋，这手被刀锋吊打。那阵容来说，这把不大好打，一格很凶啊！那这角色还会回溯，这角色回溟能力太强，这角色可以回溟2秒，还可以控场，打不赢，太强了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嗨，晚上好、啊。你不会笑死？别笑，一格真的很强。一格大刀丢勇，勇可以说他手机那个、啊，也可以按暂停了、啊，暂停嘞。哦，这模式没办法按，啊，那一格废了。一个没办法暂停。早安，小鱼。没办法暂停啊！先制裁，对面没得路，可以。啊，所以他那个什么改版更新改动，他那个什么野区的保护到底修好了没？唯一能打赢刀锋的射手只有海雅。射手打赢刀锋了、喔。我觉得未必啊。拉维什么的，什么巴拉的也很凶啊。拉维尔香蕉什么的，对吧？听到，哎，没吃到，亏啊！哎呦，这个拉兹哥是刚的拉兹哥吗？输不一定，都不一定啊，其实都不一定啊。但是如果一对正面刚的情况下，刀锋宝贝是被克的。辅助谁啊？雅雅，雅雅跟他。那兔子要死了，冰海让兔子给签了。吓死人！输啊！这一波我的问题，可是魔龙又不能不带，很烦。安安订阅初心者，一个到现在还在坚持刀锋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刀锋至少、啊、还能玩啊，没有说到不能玩的地步了。不像奎伦啊，奎伦这英雄今天洗哦，很奎伦啊，很奎很伦啊。再聊，漂亮。我蓝 buff 不在，在不在？嗯，算了，放吧。吃小的就好了，没事的，他们四只给他们了。
永劫无间。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兔子哥真龟啊！这把难受了。那对面的经济其实没什么起色。我们的中兵中兵，哎呦，魔龙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死、欸、兔子，这兔子，除非他有闪，不然他死了。好，算你厉害，看他伊格会不会来。哇，一格没来，我要跟他换的。呀、yeah, ，那个要来，对不起啊，那个，给你人头、哦、复活，有可以吗？好。哦，我还算 SQ 血烂，兔哥没碰到我吗？上路单杀。这波打不进去，兔子没跳、欸、而且其实让勇慢慢来也好啦，勇这只英雄需要发育哎、欸、哎，起跳吸吧，哎呀哎，摸你屁股！哎，哎，哎，摸摸摸！哎，哇、哦，这护盾可以，皮皮哥。留人就好。哎哎，漂亮！哇、哦，永灿把这射死哎、欸！这里可能有鬼。看到那克佩亚呀，都会怕，没事的啦。哎呀，这么深啊！啊，冰留给永好了，冰留给永。永后期，永飞起来比我们飞起来重要。哦、中后期来说，兵给永。啊，永还要路蓝，这么凶？看你的拉兹哥不在啊！哇，一个皮皮加一个永，路得掉吗？哇，那个没心态了。那个表示下一把，下一把可以吗？哎，起跳，吸吧！有没有看到吗？这角色有没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吗？假装，有没有看到吗？这就是假装，这就是假装，这就是假装，嘎嘎猛！他胆不会痛。勇哥没来，一波嘞！啊，他叫附你啦！勇哥拉兹刚来，有机会一波啦！啊、哦，我贪心了，我贪心了，应该慢慢打。bug。哦，现在看甲虫太强了啦，所以甲虫不配拥有凯撒啦，太扯了吧！等用等用等用，爱你凯撒，我被召唤了。哦，现在才出来。
有啦，他没有吃我们的那个凯撒伯。金剑一起进去，还没进。错了哥，拜拜。哎，没办法啦，甲虫太强啦，甲虫强到要被削弱技能啦，不能选系统自动帮你放。好啦，伤害最高，捡。观众说要看了、啊，逆风教科书，捡。你不要看我这么混啊，我的评分才第二名，差点第一名。我那中路兵给勇，对吧？